豁出去了！相信大家都看到开头了吧？今天就是要被推下苦海的时候。拍照之前，我们先来 set 一下我这个蓬头垢面、一头乱发。哈，这就是我剪头发的地方啦。我去来找 Marco， 这是我的发型师 Marco。是。今天就靠他了。哇，大功告成了！谢谢 Marco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你好，拜拜。哈喽，怎么样？今天要拍什么？现在在录影。对，那我问刘毅。哇，看这个是谁？哇！你要放画眉毛吗？对啊，好。可是你打没有放上衣，你要怎么？啊，对，好，我要先脱吗？可以休息吗？哇！哦，一来就脱衣服，真的有一点卷。太卷吗？其实还好，近看又还好。太卷的话，其实就是他说喷水就可以拿掉了。没关系，我看一下，其实好像又没有那么卷，最近痘痘好像比较少。我有保养。你上次来的时候痘痘好多。我这几天勤奋保养。你做了什么保养？就是保湿而已啊。哦，保湿，然后擦 SK two 的那个，你说神仙水。OK， 你说青春露吗？然后我今天出门前还敷了芦荟。哦，真的？你有晒伤啊？没有，只是那不是很保水吗？对啊，它很保水。有吗？我的眼袋有比较少吗？如果因为这样眼袋就会消失的话。这个世界就不需要医美了。有啦，你有黑，你有黑眼圈。哦，我就过敏体质，没办法。可是其实你这个蛮轻微的。是吗？对啊。你有遇过更黑的眼圈吗？好，开玩笑，很多，好不好？支那见出。而且因为你的皮肤，因为你的皮肤很黑啊，所以黑眼圈相对不明显。大功告成。好。噔噔。去想东那边看戏。好。上断头台了。到时候你要不要我这么小的内裤？有没有搞错？好，换装了。喂，我跟你说，太大件舒适的内裤就不是拍照时候穿，就是平常穿的。啊，太小了吧，崩溃！很小，模特都这么小件，好不好？你这很抓马哎，黄大人。拍照就是这样被卖的，你看他。很好看的啊。淫魔的微笑。淫魔微笑。好吧，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拍摄。不知道拍照其实也蛮累的，因为要一个动作定很久，感觉很像在做就是表情瑜伽。啊，拍的好厌世哦。哎，你想要说免费拍到多困难？你会知足一点。我现在在哪里？我在干什么？啊，超累的。好，等一下哦，很好，再高一点，最后一点，再进一下，对对，腹部很好，很好，身体转侧一点点，对，表情，眉毛调一点，好 ，OK， 收工。哦，拍完了，拍完了。好了，今天差不多 ，Timmy 要拍的东西已经拍完了，但是其实我一直有想要拍那种。健美他们在拍的那种角度，但是那就一定要脱全裸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样效果会比较好。啊，要全裸吗？啊，豁出去了啦！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啊！啊，豁出去了！太冲动了。啊，可以吗？
可以啊，可以啊。OK， 来，拍。动作太别扭了哟，对，再放松一点，对，很好，对，很好，好，脸往上仰一点点，太往上仰了，太深吧，对，脸转过来一点点，对，很好，对，好，那个身体侧弯一点点，对，很好，这样很好，好，眼神看左边，好，啊，我们拍完了，感谢 Timmy， 好嘞。对不起，我要求很多。今天我们拍了800多张，有想要记录体态的朋友来找 Timmy 拍照。如果有想要更新自己 Tinder profile 的朋友，我感谢你之前的作品，让我在 Tinder 上面交到女朋友。哦，这个倒是不错的评价，真的。好了，今天呢就结束了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现在还在播吗？有。哦，可是他没有画面。等一下，你忘了一件事情，到影片的下面按到那个赞。我靠，那头也太帅了吧！点它有一个红色按钮，按下去就对了。你还有时间再看一支影片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支影片超级好笑。还有这支影片，哦，屌了，厉害了，不信你点点看，真的啦，你点点看，你点点看啊，点点看。